欢迎继续再来到新闻的现场。吃饭时间，手捞菜同款要带大家来吃不同的手捞料理。讲到老店的好滋味，总是个人不三时想要吃一嘴。头家今年57岁，叫吴玉琪，卖高山味的小吃、白馍、葱仔饼，还有韭菜客啊，已经卖30多档。这饼皮拢是迄一天透早现做，手工现烂的面切，加一道面粉的香气，看起来嘛真 Q。还有葱仔饼，你真的是爱呀，白馍气味也搁较香。啊，那韭菜客啊，一定是现点现包。很真真材实料，这么多年来都是卖人家的介绍，让很多市中的卖场都特别来这要来吃一嘴。现在两个年轻出业了后，要回来接店里的生意，继续用心来传承老滋味。好，早起11点外，店门才打开而已，都有很多民众来排队，他们都是为了要来试这个葱仔饼的好滋味来的。很 Q， 然后又这个刚好适中，又有一点皮要有点脆，我觉得它这个做的就是有一种那种饱足感啊，有种饱足感。你在外边，就是你在别人家买的话哈，就是说东西很漂亮，很好，偏凉一点也是香，但是总觉得就差那么一口。它的这个有加芝麻，跟一般的不一样。要拿这个好滋味的美感，就是伫个这个做饼皮的面切，拢是透早现做的。第一道手就把面烫熟。更加软，然后第二道再顺便下来打，第三道还揉。粉身米粉掺特别超出比例的烧水，甲放落去搅搅，还佫爱不时用手去测试面切的黏稠度，因为无同的气温变化，伊的湿度甲加水量拢无同。用手工来烂面，都要细刷金的甲上型，这时阵都要第二遍过来甲检查面切的黏稠度。爸仔囝两个人做伙来切葱仔饼面切，逐分拢爱抓伫个14两迄骹刀遐重。吴玉琪讲会遮尼啊坚持，就是要让上门的人客拢食会饱。从民国76年创业到今，已经超过30年啊，逐工拢是安尼。当初哦，做的时候没有想做那么久，但是我一做下，因为这个我做的事情，我可以养家活口，我不需要看人家脸色。就是我们很少休息的。就是我四年台湾听我们卖，很多职业伤害啊，是因为我脚盆断了嘛，那你站不能站太久，那我就是我现在你有没有听到我右脚开刀，我这右脚是好的，但是我站到骨头歪掉了。85年厝的吴俊凯，伊看到爸母这尼啊劳心苦俭，虽然讲大学读的是电机系，原本是有机会去大企业吃头路，不过伊真有效，为着要陪伴爸母，一毕业时刷就随转来接班啊。这种传统的做法现在比较少见到，所以我也会想要保留他这个传统的做法，就是让他有传承下去的感觉，就是不要让这个味道消失。有些客人来的时候就跟爸爸说，他们吃的不是饼，是他们的青春。那也是会感动。我唯一满足就是娶个好太太，两个好儿子，我这样够了。看因全家伙啊，安尼烧劲烧天咧拍拼，和这款手工做的麻葱油饼甲韭菜煎鸭，这个香气会当刷咧一直传落去。这唔呐刷咧烟家团的好滋味，嘛来创造予人真少年的记忆。记者综合报道。